有花友问，兰花消包了怎么办？当发现你的兰花消包了，要及时的去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要把已经干枯的花苞修剪掉，不要留下。留下的话，一方面它可能会滋生病虫害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心里都会不舒服，干脆把它给修剪掉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第二件事，可以给兰花去施一点好康多之类的缓释肥，因为兰花消包有可能是养护不当导致的，也有可能是缺肥导致的。兰花在不长花苞的时候，温度合适，它很有可能就会去发新苗。我们现在给它补充一点好康多，发出来的新苗质量会更加的好。如果是缺肥导致消包的，你又不去给它施肥，那么后期它可能会不发新苗，或者新苗比较弱。第三件事，不管是什么品种的兰花现在消包，都建议尽量保证充足的光照。光照充足，一方面光合作用的能力比较好，对它冲天发新苗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光照充足的话，兰花的叶子比较翠绿挺拔，就算不开花也比较好看。好了，现在你知道兰花消包以后该怎么做了吧。